大家晚安，我是那个公司，就是台中大学公司系大三的志豪，志豪，好，那个很好的好，不是啊，就是一个好歹一个三年左右嘛。然后这是我第三次来这里表演。对，那我那个也是分享一个小故事，就是刚因为来这边表演的话，其实也是有一杯饮料这样，结果。刚去那个柜台的时候，就拿了一瓶海可乐，然后那个主持人可可就说：“你买了，你那个成年可以喝酒了吗？”就听到是蛮开心的，因为第一次有人这样称赞我，因为之前看到我都是你是不是当兵刚回来？第一次有人说你还是不是学生这样。好，那我要弹的第一首歌是那个棉花糖乐团的22。就飞吧，我的天马行空，想从天空有着不同的梦。你拍的和特别说没空，被操弄的都有苦衷。那就飞吧，我的天马行空，想着眼泪是不是是梦？自己感动就是感动，故事的结局中你陪我疯狂走过。就飞吧，我的。
降落，自己拥有就是拥有，故事的全剧终你陪我疯狂走过。所以我就去复习了一下公司的那个，有一个连续剧叫做那个，那一年我在毕业前一天爆炸，然后就是毕业前一天爆炸的那个片尾曲。啊，那个如果大家听到我的歌声，如果想要爆炸的话，其实也是可以做一次，不要。